我们看一下单选29这一题。那这一题的话呢，现在有一个三角形 ，G 是重心，然后它沿着重心连接出去，那这一条跟下面平行。它想要问的就是说，黄色这一块的面积跟绿色这块的面积的比。好，那我们先掌握到 G 点，这是重心。其实看到重心呢，我们就是可以把这样子这条线连过来。其实这六块一样大，所以这两块呢，我们只可以知道，就是说 ADGF 它其实占了怎样三角形的2/6，整个三角形的 ABC 2/6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要问的是 ADE 呢，其实因为这边是终点，这是平行线，所以这两块面积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里面呢它等于占了三块，所以 ADE 它是3/6的三角形 ABC。 好，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一块比这块就是2/3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选项 C。